军就在我们现在第一周在历史嘛，当然差了一点了。上届的冠军赛就在我们现在在第一周历史嘛，是不是赛季一样的？欣赏我们现在的顶级赛事哦，可以到苏州来进行看台跳舞的比赛啊。想要学习比较进阶的手球技巧跟策略啊，欢迎可以到苏州来进行。越到后面我们公开双打的赛事会越紧张啊，所以想要借机来学习一些观摩啊，让自己的手球技巧成长，你可以多看一些比赛。现场看是最好的啊，如果现场没看到，当然回去可以看影片哦。现场能看到哦。我可以马上先发挥，哦，这是进步了最快的机会啊！在第三桌对到张琴龙。